一台接一台消防车辆，在消防队员的驾驶下离开消防分队。今日不是发生重大的事故，是配合着一年一度的消防节，扩大办理防火宣导和防火教育。确认两条交通路线，甲保持畅通。沿着第三镇的外环道路放上防火宣导录音带，希望吸引民众的注意，提醒大家正确的防火观念。又到一年一度的一九的消防节，那今天消防队有很热闹的一个项目的活动，有化妆车辆的游行，还有妇女防火宣导队的市集彩街的一个宣导活动。除了有消防车辆游行宣导，护理防火宣导队是以步行的方式，在第三传统市场发放防火宣导品，并提醒民众提出防火安全的重要性，希望做出落实防火教育，增加民众防火认知。配合119扩大宣导啊，来到菜市场啊，向所有民众宣导，如何的建式钢瓶、瓦斯钢瓶啊，还有炮竹要有安全检查啊，还有那个紧急急难包啊，希望说大家多一份准备，少一份灾害，大家平安过好年。遇到溺水患者的情况，你也不要。有正确的观念和知识，才有法度在意外发生的时阵，就伤害降到上低，卖当预防灾害的发生。另外，最近天气较寒冷，大家用火用电的量将会增加，铁上消防分队嘛，呼吁大家要注意安全。记者王祖如采访报道。